现在是早上的7:40，我现在的位置在成都某大型电子厂的门口。听说这个电子厂有几万人，现在他们马上开始上班了。我去看一下这个电子厂的妹子多不多，看一下那些妹子长得怎么样，没有美女，走吧。念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好想问你。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厂的妹子还是蛮多的，美女的话就一般吧，比其他厂还是要多一点。我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，有点像那个迪丽热巴呀、朋友们看完觉得像吗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